忘了告诉你了，这辆车是我替林英哥挑的，刘烨打不赢硬试。我问你啊，你通知孙倩他们来参加我婚礼，到底想干嘛？我记得你一直看不起大学那帮同学，难道不想在他们面前显摆一下吗？哎，婚礼当天我会送你一份大礼。 你以为就凭那几张照片就能把我怎么样了吗？几张照片当然不能把你怎么样，不过足够毁灭你的证据已经在我手里了。你的亲生母亲，你的亲生女儿，你觉得李云哲会不在乎这些吗？我觉得你把以前的事情拿出来提特别没意思，那些都是过去，就跟你一样。 你不知道云哲有多么爱我，只要我跟他承认错误，他一定不会责怪我的。哦，是吗？那我这位前任老公，他会记得我吗？我当初就是瞎了眼才看上你的。我明明都已经毁掉了，你怎么还会有啊？是不是有问题？我是当事人。 只要我想要，随时都能补回来。人的一生啊，做过什么事，就算你想毁掉，也会留下痕迹。我警告你啊，陆思成，你别想给我捣乱，不然我一定让你死得很惨。你觉得会怕死？我告诉你啊，要死你一个人死，别想拖着我。 我不是当初你骗我，我也不会拼死拼活的走到这个地步。说到底，还是因为你无能。我现在是经理的女儿，又找到了一个十全十美的丈夫，我现在拥有这一切，谁也别想拖我后腿。陈老师，受尽这条外衣，费尽心思拼好这场婚礼，到头来只不是一场意外。 你疯了？你有病啊！你给我听着，婚礼那天记得收我的大礼。